道正法师，人天有漏福业，福德少，不可生净土的问题。因为有童子提到，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，不可生净土。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做补充说明。弥陀要解有一段，请大家回想，是不是有这样一段？声闻缘觉菩提善根少，人天有漏福业，福德少，皆不可生净土。请大家确定要解有这样一段，由这句话就可以知道，不但我们用凡夫的心所做的善事叫做少福德，不是往生净土的因，连阿罗汉披支佛的觉悟都还算是少善根啊，也不是生净土的因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凡夫做善事都夹杂着自己个人的感情爱憎在内，比如自己喜欢的人就比较照顾，自己不喜欢的人就是知道他病得很重也不会想去照顾，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亲人死了就会急着找人助念，如果不是自己的亲人就只冷冷地问说，需要我去助念吗？有宝贵的东西要不失，总还要选一下对象呢。要供养忏公师父啊，因为师父持戒清净比较有福报啊。如果不施还想的福报，就是有贪求果报的心呐。有好东西要不施，总不会给那个看了很讨厌的人吧。这就是还有嗔心。送个东西给别人，去救济穷人捐个钱，就觉得自己很能不施哦，不小心又起了功高我慢。如果帮人家一点小忙，就很有成就感，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真是很善良啊，功德无量，很不错呀。一不小心又起了我慢心，做点小事念念不忘，常常要吹嘘炫耀一下，以便增长我相，做骄慢的奴隶。假如能持戒，过午不食，又看不起不能吃晚上吃饭的人，又生起嗔心、傲慢心。假如能打坐，又觉得我都坐得比别人更久矣，又生起得意，增长我慢，自己找倒霉。所以说，我们凡夫的心，即使是做善事，都免不了爱不爱，就是爱和憎的分别。因此，所修的福业都夹杂着贪嗔痴慢的烦恼。可以说，做不出什么清净的善事，顶多只是做些杂毒善，也就是善当中总是杂有一些贪嗔痴慢的毒素在里头。这样的因都是不清净的，根本就不是生净土的因啊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是做了什么好事，所以才能往生净土。千万不要以为能够往生净土是自己有什么功夫，行什么善，为佛教界有尽多少力这样来的。偶祖在这里已经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，人天有漏福业，福德少，皆不可生净土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凡夫若靠自力所修的善、所修的福，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和净土感应的清净因啊。唯以信愿执持名号，则一一生，悉具多善根福德。若不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大优待，他的净土里面特别设了一个门槛很低很低的凡圣同居土，让我们这种没做什么好事情的凡夫可以去。所以极乐的同居土是凡夫优入而从容，这优入不是我们自己能去的，是因为他大优待我们才能进去的呀。如果依照我们自己的条件，十方佛国的净土我们都进不去，因为没有清净因啊。十方佛的净土都不是用凡夫的杂毒善可以进去的，所以凡夫能够进入西方的净土，是靠阿弥陀佛的大优待，是靠佛力给我们的通行证开方便，让我们只要按对密码南无阿弥陀佛，有佛来带路，我们才能进去的。所以只有信佛力，愿意领情，念出来的阿弥陀佛名号，才是可以往生净土的多善根多福德。因为念佛用的是佛的善根福德，当然是大善根大福德，多善根多福德。只有信佛力，
愿意领情，念的佛才是多善根多福德。如果是自利的心态所念的佛，那还是自利，还是少善根的，还是少福德哦。如果是靠自利的心态所念的佛，还不能算是多善根多福德，因为靠的是自己嘛，自己只有少福德，没有多福德呀。藕益大师讲的话非常简洁，所以一个字也不能漏看。藕祖说，唯以信愿执持名号，则一一生悉具多善根福德。请注意这一句，唯以信愿执持名号的唯，就是只有啊，只有用信愿执持名号，才会一生完全具足多善根福德呀。要注意，是以信愿为基础所执持的名号，也就是信靠佛力的，愿意领情的。如果是单单靠自力的执持名号，是没有这么大功能的。要注意，连声闻缘觉靠自力觉悟的善根，没有发大菩提心，都还不算是往生净土的因，何况我们凡夫迷迷糊糊都没有觉悟啊。修学净土贵在闻法，要听闻这信愿往生的法，贵在闻佛名。所以在净土法门，是以闻佛名为善，是以得闻信愿念佛往生的大法为善，并不是以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为善啊。因为凡夫做好事，离不开自我意识，离不开我执的束缚，善不到哪去啊。要了解，一个残障坐轮椅的人，如果他知道有电梯可以坐，又肯好好的搭上去，他可以比奥林匹克运动选手自己跑步还要快登上顶楼。所以修学净土贵在闻法，要听闻这信愿往生的法，贵在闻佛名。要闻法才能知道往生的关键，才能知道应该要做信愿的检讨和确立。得闻佛名才有通行证的密码，靠着佛来带路才进得了净土啊。否则平凡夫靠着自力，只要心中还有一点点见思惑，还有一点污染，那就是肮脏的，就和净土的清净不相应了。藕益大师已经讲得这么明白，身闻缘觉菩提善根少，人天有漏福业福德少，皆不可生净土。那我们大家就不要痴迷幻药了，还以为自己很有修呢。还是老老实实的信靠佛力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赖着弥陀慈父吧。这样讲，并不是要大家从此不必再做善事了，反正都是杂毒善嘛。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教我们认清楚，自己就是一个只能做杂毒善的人，做任何的善事都要回向西方。回向就是方向的回转，调整方向向清净的西方。方向一回转，自然就从自我意识这边转到西方去，自自然然远离自我意识，而把杂毒善的毒去掉了。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善根回向西方，才和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。就好像一滴小水珠滴入大海，和整个大海融合为一。小水滴如果不滴入大海，不回向入大海，水滴也只是水滴而已啊。